首先的话呢，我们这门课程名称啊，从 Excel VBA 到 Python 程式开发。不过我跟各位讲一下，主要是以 Python 为主哦。那 VBA 是因为我们前面还有VBA 的课程，所以我主要是希望说，前面如果你有 VBA 基础的话，你再延伸到 Python，你有一个衔接的感觉啊，或者说你以前学过一些比较基本的 basic 语言的话啊，你再学 Python 哦，它有个相关联，就是你本来有基础，你再学一个另外一个语言，其实它很多地方都是相似的，但不一定完全相同。那你只要把那个相异的地方、不一样的地方学会哈，其实你大概就可以掌握这个语言的啊大部分的东西了。剩下来你要去延伸去使用，我想会比较简单一些些。那我觉得这样上课也比较有效率一些些啊，不然的话，我觉得你要从头开始要学很多太细枝节的东西，好，那这样太浪费时间。所以我这个课程的重点哈，会摆在就是说你比较需要知道的东西上面。还有就是说呢，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比较重要的是说，你知道理论啊，不一定知道理论啊，你至少要学，你至少要把程式写出来，至少要可以把它 run 出来。所以我比较强调的是实作部分哦，也就是说要能够真的做出结果来，而且能够真的把东西做出来之后，能够跟你的工作能够有一些衔接的点。OK 哦，所以呢，待会的话呢，我们的介绍这门课程大概就分成几个方向第一个，我待会的话会做一些简介我自己的简介我的名字吴清辉。OK，那你 Google 的话，其实也很容易找到我的因为我的东西其实在网络上还蛮多的。那当然呢，有一点我觉得不吝啬分享了，因为其实分享有时候其实说真的，刚开始也不是刻意要刻意图什么，就是我觉得分享是愉快的经验，所以我就分享之后发现，慢慢的，这个课程好像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方向，也有个纲要，然后慢慢发现。就有这个学校就邀请说，能不能帮忙开类似的课程？然后我想说，OK，好像也是木已成舟了，慢慢有个方案，好吧，开看看。慢慢发现，好像越开越顺畅。所以这个课程其实今天不是第一期啊，前面已经开了好几期了，上的其实也我觉得越来越顺畅了。今天不是第一次哦，所以这课程也不是什么太新的东西了哈。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话，大概就是先我第一个先简介一下我，第二个就参考书目，我再来就再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期课程的上课内容大概会有这些项目。那如果你要找到我现在讲的这个简报的话其实云端上面也有，我刚刚有给各位一个那个网址还看不清楚吗？还看。不然，另外不然我把画面切一下好了，我广播一下因为这边的教室那个切换系统其实它两个部分一个是广播，一个是切换，不然我先切一下你们的画面好了，这样比较清楚啊，OK 吗？我先切一下好了，所以之后上课的话另外也会，采用那个切画面的方式那我刚刚提到的东西云端上也有，所以你们自己再找一下OK，那另外我再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啦。如果你要找到我很简单因为早期我介绍都不是其他的，学经历各方面其实大家不是很记得啦。所以最简单的方法，你用 Google 好了Google 吴老师的话，前两个连接就我的，第一个就我的部落格了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的 YouTube 频道。那我部落格上面大概也有上千篇的文章，部落格文都是一些跟教学有关的文章。那第二个是 YouTube 频道，那我 YouTube 频道上面呢有上万个影片了，也就是说从 YouTube 开始的时候我就开始使用它。那最早也是因为我把上课录下来传上去，因为为什么？因为最早也是教程式的时候，每次呢同学上完课之后，每一次下一个礼拜。上课又问同样的上一个礼拜的问题，所以不断的 repeat 就一直在问前一个礼拜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他听一次听不懂。后来我就觉得这样不对啊，这样也没有效率。他每次学了他又不会，学了又不会，所以我干脆的话把它录下来放在 YouTube 上。我说你回去自己看。刚开始解析度不高了，不过慢慢现在解析度已经很高了那而且现在流量很好，早十年十几年前是很不是很好了，不过至少也有
那还有呢，其他我也教过，不只是那个 Python 的课程。最早的话呢，教过像手机的 App，哦，像 VBA 课程，哦，还有像其他的哦，反正只要主流的程式语言哦，几乎我都教过。哦，像 Web，像 PHP，像 ASP.NET，或者是像 JSP 哈，那些其实我也都有教过这方面的课程。所以只要程式语言啊，应该都有一些经验。那手机的 App 开发等等的哈。那另外的话，这是趋势啊。所以其中的话，当然有关 Python 能做什么，其实你会发现都跟这有关。未来趋势 ABC，ABCD 还蛮好记的。以后这些东西哈。的背后啊，都需要有一个程式语言做开发，软体部分。那用哪一个最简单？其实第一个想到就 Python。OK，所以啊，你会发现啊，哎，这里面啊，都是未来的趋势，那都跟 Python 有点。所以你只要把 Python 学会的话，我想你未来哈，工作应该绝对不是问题。OK，好，而且哈，你 Python 熟的人哈，几乎也没有什么工作上的问题，因为都是工作来找你，你根本不用去找工作。而且工作多到根本做不完啊！哦，像有些业主啊，会常常推荐说：“哎，老师有没有什么哪一方面专精的人可不可以推荐？”我有时候问说：“哎，问那些以前教过学生，我说：‘哎，OK，我老师你不用介绍我，我事情太多，我根本忙不过来。’所以其实你有专业的人，根本不用担心没有工作了，就怕说他根本不熟。OK，所以如果你这些都会的话，啊，这根本不是问题哈。OK，好。那我稍微这个我的相关经历了哈，那其实我比较值得提的就是说，我曾经有创业的经验，5年担任过执行长的工作，所以有业界经验哦，不是单单只是学校的经验。那另外目前的话，也在一些学校哈，帮忙修一些课程哦，然后也在一些学校担任业师工作了哈，反正就把一些经验带到学校，像中央大学哈，这学期在。那个他们的资工系啊，也帮他们开也是 Python 课程，好 OK，然后其他像东吴啦、文化啦、自强哦这些单位，那因为这样的关系也拿到一些奖项，自强这边有颁一些奖，颁一个奖，卓越贡献教师，那今年好像又有颁一个奖给我，哈，名称叫什么？叫什么？最受欢迎吗？还是什么？最有人气还是什么？我不知道，好吧。我不，其实我不是刻意要讨好大家的，我只是觉得说，我应该要把这个课程讲得更好。那有什么方式能够把这个课程讲得更生动活泼一点？不过哈，讲程式设计要讲得生动活泼是几乎不可能，为什么？因为程式语言怎么可能怎么活泼了起来？你光老师要把那个程式打完都已经满头大汗了，对不对？哈，怎么可能还可以把它讲得生动活泼又要有趣？哦，那真的是太困难了。好，不过我是觉得啊，真的只要有心哦，应该都不是问题。好像很花时间。OK，而且其实哦，我是觉得程式里面当然除了程式本身，还有其他很重要的东西啦。OK，就比如说你要做什么，你要有个目标，你要想要有什么跟你目前的专长能不能做衔接的点啊，我觉得你才有一个努力的方向哈。那其他还有像在。文化大学拿了一个趋势先锋的奖项，哦，趋势先锋，OK。那其他的话，我也拿了一些这个证照。那最近的话呢，拿了一张呢 TQC Plus，他们有一个叫 Python 3的程式设计的证照。另外最近哈，今年的现在3月吧，1月23号也去拿了一个 Python 3的 Web 网，那个网页截取的那一个，就有点网络爬虫那一张证照。哦，啊，那个证照当然你想说对我来说，其实说真的哈，没什么帮助，没什么作用。那我去考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至少要知道之后，我比如说我可以把这个经验分享给学生，然后他们如果去考的话，应该会更容易考过。哎，果不其然哈，我在文化大学那边有一个班，有24个同学去考试，24个人全部通过。OK，好，所以我觉得应该如果你要让学生能够哈。考研能够考过的话，老师自己要先考过，好，然后呢，把那个经验告诉他们，我还告诉他很详细，哪个地方你怎么做怎么做，好，你大概就可以拿到这个证照。那这个证照有没有什么帮助？其实我觉得哈，
在很关键的地方应该有点帮助啦。比如说像有些人要转业哈，他要能够，比如说他刚好需要有这个专长，那这个有个一个萝卜一个坑嘛。你如果有这个坑的话，你有这个萝卜，你就可以填进去，至少你就有这个机会啦。但不见得百分之一百哈。OK， 那其他的话，这个证照考什么？其实就是考一些基本的东西，但是你要能够熟练。那、啊、其实证照，我觉得当然它不是100分，可是至少它能够证明一件事情，也就是你它那个考试是上机的，你要能够把程式打完，没有错误，没有 bug， 能够 run 出来，而且在指定的时间内，它好像是考100分100分钟吧，那考9题，100分钟考9题，那你要能够通过，我觉得这已经不简单了。OK 哈，所以如果但我不姑且不论啦，这证照有没有帮助啦，我觉得你能够坐在那边把这件事情做完，而且能够通过，哎，我觉得你应该就不错了啦。OK， 那目前有很多人有吗？我觉得好像倒霉有很多。哦，所以如果说你要证明自己没事的话，去考个证照也 OK 吧，哈、哦。而且至少我觉得，那我目前的证照哈、哦，像我自己已经考了差不多30张的证照了。哦，所以前一阵子还有一个Yes 一二三哈，找我去参加什么记者招待会，哦，哦，那考试示意图大概这样啦，反正这考试很简单，这是上机，他给你九个题目，你把它做完，100分钟内传上去哦，他线上马上评分，而且他是用电脑评分哦，那电脑评分还很特别哦，他就是解法没有标准答案，你只要解的过程符合他的要求，结果也是跟他要求一样的话，就算得分的 OK 哦，所以如果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查一下哈。那另外的话还有值得一提，我刚刚提过 Google， 你可以 Google 到我的东西啊。我在 YouTube 有个频道，不是不止一个频道，主要的那个频道哈，里面的话观看次数大概500多万吧哈。然后呢，订阅人数的话哈，也超过25000了哦，这是旧的。哇，这其实也不是什么太重要，反正就大概介绍一下。另外我也是认证中心他们的审题跟命题委员 OK， 也曾经帮他们去出一些题目、哦、那再来的话呢，我们上课的参考用书稍微介绍一下，大概就这两本啦、哦、不过呢主要是以那个第一本为主 OK、哦、那这个第一本的话、哦、我印象中好像、这边已经费用里面已经有包含了这本书，所以这本书你们不用买，好像下个礼拜、哦这本书就会发给你们了、oh, OK， 那我们上课我会参考里面很多范例，也许就会参考第一本，但是、做的方法不完全一样、oh, 啊、如果说你想要、多了解一点，我建议你手边有一些工具书啦，但是、很多地方其实跟书里面写的是不一样的、哦、OK， 我有我自己的、一套逻辑，而且写出来程式、哦也跟它不一样，因为我程式逻辑我有几个特点啊，像我写出来程式我是希望第一个程式越短越好，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人写出来都一样的结果，但是不同人写出来的行数一定就不一样。第二个是我希望那个程式的逻辑越直觉越好，所谓的直觉就是说我自己一看程式我就知道我在到底在做什么，那我可以按照我要的那个顺序逻辑我就可以把程式写出来。啊、另外、哦、Python 有个非常大的优点就是说、哦、它程式真的非常简短，有的时候真的两三行事情就搞定了，以前可能要写几十行才能做完的、哦、Python 真的非常非常的简短、哦、所以有的时候你写完用完 Python 之后你就回不去，像以前写 Java 你现在用 Python 来写你会发现、哦、你再也不会想要写 Java 了，为什么？因为 Java 是太麻烦了，光那个大刮胡好了，有时候找那个大瓜的位置哇，那个 bug 就很容易出现嘛、哦啊、另外的话呢还有就是程式的叙述方法，我觉得真的 Python 非常非常精简、哦、那后面我会跟各位说明一下，我发现 Python 它以后能够做就是很直觉的很口语的，那就可以很快的把你要做的事情做完、哎、那这样的话呢其实蛮多地方都可以用到了、哦、所以自动化就绝对不会问题、哦、那再来的话呢，我刚刚提过的其实就是这几个设计哲学，它就是什么优雅明确简单，大概就这特点，所以光这几个特点对于学习程式人来说已经算是
能够比较没有像以前那么痛苦了。不然以前光哦要学一个程式，真的就是非常麻烦的事情。哦，那所以这门课我希望哦，这越简单越好。但是今天一定要先做完一件事情，就是要把环境弄起来。那环境要弄起来的话，其实我当然很希望说它能够像那个 Excel 的那个 VBA。 那我前面有介绍过那个，就是我前面有一个课程就是跟 Excel VBA 有关的。那 Excel VBA 呢，其实你会发现呢跟 Python 最大的不一样，我们两个可以比较一下。你会发现 Excel VBA 它要做开发的话，你会发现它真的非常简单。为什么？因为你只要把开发人员这个选项打开来，这边就有一个 Visual Basic。 也就是说呢，你在开发 Visual Basic 的时候呢，你什么事情都不用做，你就可以开始写程式了。但是呢 Python 没这么简单，因为它是自由软体。自由软体意思就是说它是像自助餐一样，你要自己把环境弄起来，你才有办法去做开发的动作。所以很卡在这点，很多人就很麻烦了。光设定环境书上就写一大堆，而且方法还不止一个。 OK， 那哪一个方法是最好的开发环境开发选项？所以今天我就跟各位介绍一个我自己把它弄起来的一个环境。那个环境我觉得是最简单的啦，而且所以是最适用的。另外的话呢，你们待会也不用做任何事情，你只要会做下载，只要会解压缩，只要会简单的设定，一样就可以马上开发 Python 了。但是呢，待会呢你们可能要下载两个东西，但是我怕那个下载的流量，因为这边可能会 loading， 如果大家一起下载可能会塞车。所以我待会我大概跟各位讲，如果你在自己家里，你可以去云端上面下载。那云端上面下载我刚刚讲就是这个网址，这个有一个叫做 Eclipse Python 的懒人包。 OK， 那这个懒人包意思就是说，你我刚刚讲你只要会下载，你只要会解压缩，再来你会做简单的设定，你就会开始开发 Python 了。这样应该比较简单，你可以跳过那个繁琐的步骤。那至于就是说你可能想说，老师那你这懒人包怎么做的，但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云端上面也有介绍，但如果你不想知道你就跳过就好了，因为反正你已经有个环境了。其实说真的也不会很复杂了，就是几个下载步骤几个设定那就完成，但是还是会对于初入门的来说还是比较复杂了。所以我这边就是第一个，你们待会请各位就是说先到那个云端上面，我刚刚给各位这个网址，然后你们去下载。待会的话我们就是先大概知道一下大家的就是这样的问卷，你先填一下，我大概统计一下。再来就到那个下载档案这个网址里面，如果你需要我刚刚讲的上课的讲义，我刚刚讲那些东西云端上也有。另外的话呢，你也可以上去看一下那个就是懒人包部分。好啦，画面先我把它切回去给各位。OK， 好。